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然后欢迎回到美国1970年伍德斯托克之旅啊！虽然我们这个以这个特别美国公路片的这个开端开始啊，但没想到结束在了特别胡逼的闹剧当中。对，没结束啊！我们之前上一期刚刚结束了这个汽车旅馆的战斗，嗯，马上要迎接后面的这个故事。我是亨利啊，我是阿蒙 ，Joy， 我是 Johnny， 我是主持人猫牧师。哎，在上一期的故事之中呢，你们就是入住的旅馆，并且在这个夕阳的时候听到这个 Darcy 坐在门廊之中弹奏一些优美的音乐，并且就是了解到了很多他过去的事情，有关他的文戏太尬，被我把气氛破坏了，对不起。有关他的这个朋友艾斯特尔失踪，但是留下了一条有点穿越时代的信息啊，在当年啊就留下了。这有关1969音乐节的事情啊，所以他才那么急切的要去到音乐节。但是在当晚的时候，你们这个巡逻的这个过程中，发现是有端倪，有一些穿着黑袍子的人，戴着动物的面具，拿着匕首来，就是袭击你们。而且呢，在击退他们啊，一场很神奇的村口斗殴一样的战斗，哎，这个击退了他们之后，你们成功抓到了两个人。在你们之后对于整个汽车旅馆的这个调查过程中，你们发现其他屋子的人全都死光了，肯定都是被他们给干掉。那时间就来到了这个当天的晚上啊，你们抓住了这两个袭击你们的人，带到了屋子里面。要做什么呢？那这就只能看老兵的了，审他呗，审他，对，分开审。咱们不这个审的话，我就这种审的话，如果两个放一块儿，可能就说谎话了。那你安排安排吧，咱们是不是分两组人分别审啊？不是这样，咱们让他们两个背对着，背对着，背对背，然后我们去问他问题。那不在一个屋里，那不都听见？都还能听见吗？能听见无所谓，但是他俩看他俩反应啊，如果是反应不一样，就是有问题啊。你就分着放俩屋里审不就完了吗？放俩屋那，那你们其他人也能审吗？对啊，能审，我可以。行，嗨，都有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嘛。嘿，他捅了，捅刀子不是也捅着了吗？行吧，那就完全没有意义的一刀。那就分两个屋审呗，我们俩两组人，那两个人。好的，那先是就是要分配人员吗？你们还是就是先我这样吧，我觉得还是都是你审。我觉得都是就是先一个一个审，先审第一个，然后再一会儿他回来再审第二个，把他俩说的然后对一对。可以，对吧？行吧，那就派一个人，嗯，你们谁在那个屋先看另外一个人，就你们谁看一下。我不去，因为我有一些心理学的这些和说服，我觉得我还是能帮上一些忙。你心理学多少啊？哦，你心理学高哈，我说你鄙视的表现。那就那谁去吧。那我来问另外一个，你来问那个，就是在分成两个屋吗？对，可以啊，对啊，可以啊。但我意思就是可以用点那个那什么，就是我就比较blooding 的那种，对吧？审问技巧来呗，那审吧，那我先问啊，扒开了这人的这个，谁跟谁审谁呀？我审一个，他审一个，行啊，你们俩你跟着我还是跟着他啊？我跟你吧，你跟我，然后那你们可以三个人先审一个，再三个人审一个，问都可以，可以，啊。首先先把其中一个就是拉到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另外一个人被 Johnny 看着，Daisy 也看着那边，这个。
扒开他的这个面具啊，哎，拿在手里看这面具，发现虽然在夜里的时候看着有些恐怖啊，一个动物的面具，阴森森惨惨的样子，但是拿在手中再打开灯的情况一看，就是那种摊货，什么嘉年华呀、啊、那种，就是买卖这种玩具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的小的塑料面具，现在都已经出了破口了，也不怎么禁用。面具下面的这个人呢，小卷毛，年轻人，脸上还有雀斑呢，但是看上去样子很惊恐，哎，很害怕你们，要问什么呢？我问问他，你说吧。尴尬的吻戏啊，谁派你过来的？真的，行，是问吧。他说的能饶我一条命吗？你看你的表现，看表现，我都说啊，说我是这被我们的牧师派来的。牧师对，你是干什么？怎么还有牧师？他说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什么教会？这个伟大光明复兴教。嗯啊，你听肯定是一个不太正经的教。是，嗯，那个，那你们来我们这儿干嘛呀？是为什么杀这些人啊？为什么追杀我们呀？牧师跟我们说把这人都杀了就行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杀他们？就没有为什么，就说实现伟大计划，就光给肚子一拳。为什么？你再想想你在说什么？牧师是这么说的呀？你不老实说是吧？我跟你说，这个真是这么说，没说瞎话。你们谁观察一下？我给你们投心理学，心理学是暗投啊。暗投什么意思？就是我来投，哦，我不会告诉你们成功或失败。嗯啊，你们两个啊，这个仔细的观察他的面部，然后互相就是亨瑞和这个壮互相就是眼神交流一下，发现说的确实是实话，这个很害怕，而且为了想要就是活命嘛，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撒谎的样子，但是看上去这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或者是受这种邪教荼毒啊，反正说的这个话很带着一丝狂热的这种感觉。我就说跟我说说你们这个什么教，什么什么光明教吧。是，他就跟你们说了，说这个教是一个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有很多人相信，然后这个说这个他的祭司，他的牧师会展现一些神迹，在突然的这一天跟他们说要让他们去来到啊，这个特别精准的哪条公路的哪个地方的哪个旅馆，说什么什么时候在这个当天晚上达到那块把所有人都杀了，能实现就是我主光辉的复兴。Bullshit！ 那为什么这个杀人的方式如此残忍呢？他说就反正也要杀人嘛。你们到现在杀了多少人了？你？就今天是有四个。我怒不可遏，我说你这种人怎么就随意屠杀生命，非常生气，我靠，就光给了一拳，哪有用呢？我操！他说，反正早晚末日都要降临。什么末日降临？再说清楚。末日很快就要降临，都会死的。感觉这是一个傻子。说清楚。找你要问话，我想问问你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你不是看着那个另外那边？对，你可以问另外那边的啊。对，我就可以就切到我那边了。好吧趁他们不在，先问问啊。但是我是不是应该就不知道他们说的所有？不知道啊。对对。但你可以同样类似的问题嘛？他也就是你可以问嘛？啊，是，你再问一遍也行。啊，对，我就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杀人？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是不是手里还有刀呢？是，又投恐吓他，投四次，捅呀了，捅腿。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个？你看着不吓人，主要是这个拿刀要去捅他。是可以啊啊。那捆着你也不用投了吧？我对啊，我还用投吗？我就扎腿。对，我就扎他腿一下。那我觉得你扎一下，你一个演员这种，然后达西跟你说，虽然这帮人挺可恶的，但是还是别要命吧，杀人也不是好事儿，适当就完了。是。然后我再问他一遍，我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他说这个是我们祭司的主意。什么祭司？我们教会的祭司。什么教会？什么教会？他又来一遍，他
告告诉你光明什么光明复兴教啊，就来一遍。你本来想问啥来着？快说吧。啊，对，我想问一遍，就是你们到底为什么是来这个地方要杀人啊？他说，就他告诉你，就是教会祭司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精准的地址，哪条公路的哪个旅馆，什么时候来这儿，把当晚把所有人都杀了。嗯，我想问问你们，教会的标志长什么样？教会的标志，他说教会的标志是一个这个黑色底儿的这个就是圆底儿，然后上面是一个竖个，就是一排六，就是一排六个的，就是眼睛，嗯，然后六个仿佛在就是那个仿佛表现出一个深渊在里面凝望着你的样子，但是看也不是重，很神圣啊，嗯，正经教会，对，你们的教会在哪儿啊？你们打哪儿来啊？南部城市。哎，他告诉你一个南部城市的名字，然后你印象中好像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儿，可能是一特别偏僻的一个小城市。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呀？这个这教会的主旨是什么样？他说他们信奉的是真神，嗯，然后是这个带给世间真理的这种这个神明，伟大神明，嗯，啊。谁呀？克苏恩。那样克苏鲁，在 COC 叫克苏鲁，嗯，我想把那个我知道我开玩笑，我不是卢石叫克苏鲁啊，他说我们一般都称之为真神啊，我想把那拨片拿出来给他看一眼，拨片在达西身上，达西啊，我想问问他，我说是这个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拨片拿，嗯，你为什么觉得这拿出来一下？嗯，达西给你拨片，然后他看了，然后也是明显感觉就跟你们一样，看我拨片一阵这个就是脑子膨胀的那种感觉，就是，受到的这种影响，掉到3.3。然后这个，但是他没有不认识这波，就很陌生，他没有见过，我感觉没什么关系。其实和这个 Daisy 这个事儿，他们那个车钥匙不是掉下来吗？咱们去车里看一看，搜查一下他的车里有没有什么。车不是撞了吗？东西，他那个不是有俩人，有一个没开走，有俩人没开走那车吗？车钥匙不掉了，对对对对。咱们去那个撞的车也可以搜啊。你们搜了一下那个车里头，发现这个车呢，哎，肯定是偷来的。肯定不是他们的，哦，啊，这个有其他的一些人的这种，就是别的人的身份，就不是身份证的，就是使用痕迹。哎，他们身上怎么不像是他们？有什么东西吗？可以搜，他们身上有一些零钱，然后有这个就是穿的贴身的衣物，然后外头套着一层这个黑色的袍子。除了这些以外，没有什么。那可以给他们上衣脱了，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刺青之类的吗？可以，扒的衣服也没有看到什么。刺青，你扒裤子，嗯，那你算了。我感觉此地不宜久留了，对吧？对，我觉得咱们应该赶紧。他已经说了，那个祭司能够精确的赶紧离开，精确的说出这个位置。嗯，啊，那肯定还会再拍一波。那感觉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啊。这俩人怎么办？不能让他们走了，再想想。就那咱们现在这儿联系不到外界嘛，也不能报警，没有电话嘛。嗯，是，咱们也我觉得就赶紧离开这，但是得带着。你们如果有电器维修，哦。可以试试啊，我修一下电话之类的，我没看能不能找着这种替补的，我好像有或者类似的这种钳工，我有10点的电器维修，我挺高的基础的，我有10呢。哎，你看什么技能都能用得到，在 COC 里面，十点也不高啊，都是10，我也是都是10。他们祭司也在他们的本部是吧？对，你要干嘛？你要杀了本部的人？我刚才脑子里稍微晃了一下这个念头，就问他们那在哪儿，然后看，然后他说啊，是一个南部的某小镇，我估计看来也不是这个重要啊。杀到本部去，突然变成杜牧的故事，对，等于是告诉你不太关键啊。但是你们要去可以去啊，去不去不去，并不去你们。这一期没，你们要尝试要修一下电话吗？修我尝试一下吧，十点或者类似什么修理之类的技能都可以，就只有电器修理了。我都是10，应该没人加这个。我有10，我机械维修是10，都是10，嗯，没加过都是10。那可以试试，每人投一个，无非就是修好电话可以和外界联络，看看能不能联络谁呀？警察呀，报警。那我先投吧，都是10，反正。我操，嗯，68。68有什么可感叹的？电话爆了，把自己电死。88，我来，看我，你抽一大失败，这太难了。看我妙手回春啊！怎么能投到十以下呀？就是有个零，纯运，那个，哎呦，就运气好。我先投了一个82，哎，那投个零是吧？而且你们还都特高，对，那投一零。电话在我们一通操作之下，电话彻底坏了。还真有零。20，哎，没有，嗯，
这个手忙脚乱弄了一通，发现他们破坏这破坏还挺彻底，找不着替换的这种零件，没法去把它给修好，而且这个电话本身啊，这个被他们拿刀给开了个口，可能里头也破坏了，细节的东西你们也弄不清楚，没法通过找替换零件来把它给弄好了。那我觉得咱们就必须带着这俩人去到下一个这个有人的地方。为什么？那太危险了吧？别带了，因为你没带他俩的话，你怎么说得清啊？我说啥呀？我们啥的？这儿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然后就死人都死了，我们离开了，因为他们要杀我们呀。谁能证明啊？没管他呢，你管他？谁能证明啊？警察不会抓我们的，我们。赶紧走吧！我给我自己枪上好子弹了，这样太不合逻辑了。合逻辑？这俩人不能这么扔这儿啊！对，你肯定也带着他俩去报警啊！这俩是犯人、啊，但我不想把他们俩带着。哎，要不给他弄死了？我操！你带着他们上车，就地捅死啊？对啊，不是？那你怎么？那你路上多危险啊？那啥危险？大姐说，我觉得还别带比较好，要不然就把他们绑这儿，然后。怎么就捅死？以绝后患，万一有什么，我跟你说，战场中见多了，有的人带着斗子就直接冲出来了。他也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你管他呢。大姐说，要不然就给他绑着，然后如果再有人来，就发现了。我同意大姐的观点。那肯定会有人来，那来的人会觉得有人把他俩绑着，然后我们杀的人、啊。对啊，嗯，他万一一口咬，是我们把这些人杀了怎么办？对啊，那就到时候再说呗。什么？谁会知道啊？那你怎么知道？一会儿咱们开着路，后面一排警车，又没有一屋一怪了，又没有那个摄像头啥？那时候，嗯，这俩人有口供啊，他直接就说不就得了？他敢说吗？他杀这么多人，他自己说，他说是我们杀的呀。那你们看着办吧。我觉得张姐，你说说怎么办？要不然这事儿交给我们，我来处理吧。你们就要先开车，要上车吧。那我们走了，你别去了。我把他们处理完，正好跟他挥手道别。有一个事很可疑，就是他们非常精确的说到这个时间地点嘛。对，那在这个地方也许有些蹊跷，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看一次这个 motel 里，比如说那个，你们搜一下就其他这些人的。对，第一个死的那个人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嗯，但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人先死，哪个人后死啊？我就说就是那个、啊、那看电视那个人 啊、哦，这个之前亨瑞这个整个看了一遍，感觉就是其他屋子就是普通的旅客啊，受到这个事情卷到其中。我突然想到，可能和地点有关系。我先问他一下，就是你们还知道还去哪儿参加过这种行动，或者说还有什么人、嗯、啊？对啊，没有，就第一次。那其他的这种行动，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去过哪儿吗？以前没有这种行动过，就这次，这是你们组织上的，大家特别群雄激昂啊，因为终于可以做一些。以前没有什么找到特定地点杀过人，没有。那你第三挺熟练的小伙，我想走吧，我想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刚不是搜过都扒了都，扒一光膀子，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嗯，走吧，不行，我觉得不能把这俩人这么放着。我操！非得带两个累赘，那去哪儿啊？我没想带着他们，带到警察局是吗？就带到下一个有人的地方啊。那你不如直接带到警察局了，就把他俩就送了，把这事儿报了，然后咱就下一个地方不一定有警察局啊。那你带着他干嘛呀？嗯，你别吵了，你们出去吧，我把他处理了就是了。多危险呀！你吃饭的时候怎么办？不危险，我这手上还有刀呢，反正。那带着吧，走吧，我操，惊了。嗯，那所以你们要怎么办？说呀，没有，你也说两句，评评理。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他把这俩带着太危险了，在这给他俩处理就得了。那你就真成杀人犯了。我也不是没杀过人。那是，嗯，唉，我想回家。我受不了了。唉，你不交给我来处理，我这事儿这种事儿我也不是没干过。以前在战场上这种事儿不行，没有必要。那你这俩人怎么办？就绑起来听 Darcy 的不就得了吗？然后咱们就该去哪儿去哪儿了。你评评理吧。回头你在这待着，我确实也不建议带着走杀人。你别回头，人家那又来援军了，咱搁这儿不是等死吗？就你刚才是自卫，你现在可就不是那个性格了。对 ，Darcy 说，要不然就他们俩也杀了，他们绑好了，然后随便扔在哪儿，然后我写一个信或者什么的。放在这块，然后我就说，有事找沃尔顿家就完了，就说我把事情说一下，行吧，行吧，然后，反正那行，那就沃尔顿家当担保的，对，反正找我们家的话，我决定带一把刀在身上，至少还是有这种把我枪信用的，没收他们的凶器，带一把刀在身上方式。关键是经历了这种事情之后，每个人应该都，反正我是挺沉重，我觉得挺危险的。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说把这两个人给处理的？就是我怕再有追兵过来，或者
者说，嗯，算了算了，再怎么样的，我扒下来他们一身袍子拿走了。好，你穿上了。达西是觉得应该赶紧就是解就是离开，然后这个，对，我可以表演，因为毕竟他们有一些人是跑掉了，开着车什么的，也有可能在这儿，对，赶紧走了，已经有人跑了，反正不宜久留，赶紧走，跑好多了。那总之你们把他们扒光，然后扔到浴室里面绑好，然后这个达西写了封信，大概是把这儿的事儿说了一下啊，他们怎么杀的人什么的，然后说落款是他。就是家的名字，然后说如果有什么事儿，因为他害怕后面还有人来，这个就是来就是他说就是太害怕，因为有人跑了，他怕再这些人再回来或者有援兵，所以他也只好逃跑。嗯，然后说的很合理，然后说他去下一个城镇，如果遇到警察会把这事说的，就把这些都写在信上了。就Motel四周是荒郊野外是吧？就是荒郊野外，就这一个旅馆。是，我的天。往前再走一段路，就其实是，中部的一些比较荒的这种地方了。那咱们就接着走吧，往荒的地方走是吧？我们拿，但是说实在也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尤其害怕可能还有追兵啊。把他们的刀应该能有四把啊，一人一把，在停车场掉了一把，然后在这个就是屋子里头门缝底下加了一个，然后这两个人身上有两把，哎，一共应该只有四把刀。啊，袍子可以拿，一人一把吧。你要刀有用，然后他们身上有点零钱什么，但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说也不在乎。来两把，我都特别厉害。好好好好，嗯，一人一把嘛，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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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就踏上。掉装备还谁来开车呢？我还是我开，开吧，他开吧。好，这个一路走在了这个公路上，因为现在等于是有点摸黑的往那边去行进了。嗯啊，在。完全一片漆黑的这个公路上行驶，周围很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你们之前从地图什么的也知道，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荒的这种是这个就是中央干道这种国道这种地方了，啊，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城市，也没有这个什么这种其他的汽车旅馆这类的。现在凌晨是吧？对，嗯，路上也没有汽车旅馆。也没有看到对面有车，你们的这个车就在这种黑暗之中行进，就仿佛在一个深海的潜水艇一样，只看到一束光线，只看到这个就是打在地上的光啊，这个前面的这个向前行这个速度线啊，这标识线唰唰唰的往你们就是从前头到后头消失，大众汽车的 T1 广告。我把这个我把窗户打开，然后我也没坐 Daisy 票，我在中间坐，找一没人地儿，自己在那儿待着抽烟呢。怎么不跟 Daisy 一块玩？怎么在车里抽烟啊？什么素质啊？心情不太好，感觉这个刚才就又打着杀人，看那么多死人，又回忆起了自己战争。你这个人是不是人格分裂？听我说，没说完呢。这时候我管你要了一支香烟，抽了起来。刚才你还捅死人，完这会儿又开始伤感。啊、听我说，我没说完呢。我说这个，然后你不说话，我没说，我刚才啊，就应该让我把这俩人杀了。就咱们不然有这种事儿啊，以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嗯，你们都没杀过人，是是是，还有机会。你们睡了吗？你们还有机会？你们是在后睡觉还是没有？就是我不是我得睡，我困了啊。那达西和达西在后面就是已经和你去睡觉休息了啊，然后和你睡觉，轻微的这个呼吸声，嗯啊，然后车内也是一片黑暗。哎，那个，壮也在后边就是和身睡了，因为毕竟也受了伤嘛。嗯，而且我俩手头一班啊，还没根本就没睡啊。是啊，那还睡一会儿。对，是啊。那壮你呢？我就坐在副驾就发呆呢，就是哎，这个车辆那种无星的夜晚在前面前行啊，穿过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到下一个目的地的这种国道，在整个车内黑的这个过程，只能看到前头打灯的这个过程中呢。阿蒙，你和这个亨瑞，然后来谈刚才的这个事情。嗯，有什么要继续深入聊去吗？对对，这个事情，我说啊，这怎么这么寸啊？这种事儿都让我们赶上了，太倒霉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有原因的。自从达西上车之后，我们就没有消停过。虽然这几件事情之间看似没有关联，但我总觉得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也有一种特别危险，赶紧给我一根香烟，哎、让我提提神。给给给，嗯，我总觉得说，给你护火，给你护火，给你护火，立刻觉得惊了。点两下啊！摇开车窗，窗外的这个荒原的冷风啊，嗯、这个灌入车内，抽那么厌气呢啊，然后把你们的这个香烟吹散。哎呦，骆驼牌的香烟，哎，这个向外弹弹这个烟灰，感觉精神了不少。嗯啊，虽然经过刚才这一番事情，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嗯。现在好好想想，你拿衣杆出去确实没什么道理啊，怎么想也想明白。对、啊、哎，
然后你看到前面的那个路上，我操，有一个发光的亮片在你们前面不远贴着地面，亮片忽上忽下，我操，在车灯的范围之外，有多远啊？车灯范围之外，好像跟你们速度差不多，啊，同时在往前移动，对，哦，那片成精了，自己飞下来了。不知道车前面有看在那个车灯之外的黑暗之中，只有一个亮片反着你们车灯前面的光，忽上忽下。哟，我靠，也是一台车呀！前面有辆车，好像是辆车。啊，我先把枪，我先把枪准备好。我反而我觉得这不现在车应该有尾灯，精神超级紧张了。可能是个摩托车，我觉得把速度降下来一点。睡觉呢？你不是在睡觉？没有，我在发呆。他睡觉。OK， 我在副驾待着。怎么？那不是那谁不是在副驾的吗？我定睛，我在后面，我定睛，我定睛观瞧一下吧，行吗？嗯，定睛观察，定眼一看，仔细看，两个片头啊，忽上忽下，嗯啊，一个向上，另外一个向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啊，那还不是那不是啥玩意儿？啥玩意儿？这样是吗？对，自行车啊，对，有点像自行车那个反光的那个，但是。也是人镜，我在后面也看不见他两个。不，自行车他那个车把不一上一下，不就自行车脚蹬，他那个有那个蹬子。但是呢，首先荒原啊，那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年代没这个。夜深人静，你们汽车行驶在路上，你们有灯，他速度跟你们差不多。我去，自行车是自行车吗？可能是看不见啊。我知道了，助力车。本田那个，但是不管这速度，这时间还是漆黑一片。那我此时是否可以打开远光灯照一下？可以啊。那我此时搬动了远光按钮。那时候车有远光吗？有吧。这个车灯打了过去，看见一个天亮了独轮车，上头有一个小丑，我操，毛了，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我操，白小头啊，头发红色的，我操，急行，慢慢的。急行跟你车速度一样快，这个脸呀，缓缓的就转过了。我操！突然，这小丑叫笑了起来。怎么还有这种环节、啊？特别大的声音，特别狂野的那种声音，充血的眼睛瞪着你们。我操！脑袋就撞了过来，而且开始在就是手开始上下浮动，像在抛接球一样。眼看着这个抛接球的这个过程中，着着火的球就在他手中形成了。我而且他这样一边笑着，我何方又一边看向你们。没睡着人做个聆听吧。好，嗯啊，都没醒，聆听给我吓够呛，我操，车毁人亡了，差点。我聆听二十，主要做标记，不是吓。小二十，嗯，你过了吗？我不知道，你没投呢，你投一下。我聆听才二十，中元节上吧，这个估计过不了。特别适合，我感觉你醒不了，吓死了我。这是全是零，是一百是吧？彻底昏死了，失血过多，可能包扎的不太好。这估计伤口让你昏迷过来，休克那大姐，这个也没有马上醒过来，但是就是他那边发出了这个轻微的，就是声音，就可能被声音吵到，所以他稍微的就是那种梦吟声音啊，但是还没有醒。就反正我跟阿，但是这个声音就是。明显刺激到你们，马上一下都清醒了。看着他一边手里转着这个球，一边向后蹬着，然后逐渐靠近你们，进入到你们这个光线的范围之内。太吓人了！我直接掏枪，直接打过去了。突然间倒着蹬是吗？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瞎打远光灯。我直接掏枪干过去了。嗯，来吧，开吧。来，从窗户外边打呀。对，我本来就开着窗户，开着窗户呢，又干过去了。对，这一枪打过去，又开始，又开始了。那我就是三枪拍惊奇是吧？没事，那你先开枪吧，你先开枪。那我咱这里要没把枪，咱这个没法玩了，感觉。那我是三枪是吗？还是一枪？你都可以啊，你随便你。那我就三枪吧，这还是有惩罚啊？三枪是有惩罚。我意思，你先来一枪尝尝。那我先来一枪尝尝。好，七十了，反正嗯，来吧，给个面子，哥，给个面子，七十五。浪费八子弹，为什么总是这样？他怎么开的枪？他在窗外头，就是他刚才不是抽烟摇开窗户，然后他冲着那边开了一枪，没把我挡风玻璃打碎吗？没有、哦，我操！嗯，这个开了一枪啊，这个枪响了一声，
没入黑暗之中。那你们应该都醒了。那你们可以再过一次这个，还没听见，枪响都不行，枪响还得过聆听、啊，那是真昏迷了。你是投了地板 啊，你再正常过一遍吧。你要是然后 Dasi 过是有那个加成、加就是有奖励的，嗯，啊，那 Dasi 肯定是醒，92，还行，还那你可能真的是晕了。那看来要想叫醒这个壮，你们可能得就是把他推醒或者什么了啊！靠 Dasi 啊，没工夫。这个 Dasi 一下醒啊，怎么有枪响？然后立刻就看见那个东西了。哎，刚才忘了让你做三 check 了，来一下吧。这种恐怖的场景，我没看着啊。对对，你没看着，你没看着，哎，看见了，你还正昏迷呢。对，我这枪啊，就永远打不着，我服了。77，那你败了吧？败了，败了，败了。你待会儿得再揉一次。你理智多少啊？开车的人，我理智多少？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六十多好像。理智70。我操，我这是你刚才投了多少？91，那没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91，我没过。这个故事啊，没过没过。我一会儿告诉他也没过。91，我是大失败吗？不是大失败，不是大失败。哦、那还行，来啊。6，觉得你过了啊，6过了啊，大成功。过了掉一。没过掉1，第6，哇，我操，这么狠！这个如果掉多的话，可能会发疯了。我又减了一，我操！我刚才已经疯了，其实有点那个，这个是吧？对，四啊，四还掉二，掉二，嗯，来吧，我刚才掉到96，我还剩94，不，1D6就是四，不是1D3，1D6投几是几啊？那就掉四，6，好。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六怎么了？我靠！我来查一下这个疯狂的效果。你刚才掉那两次减了吗？在这个基础值上？基础值是99吗？不是啊，不是。基础值是你的理智的那个数值。理智，你看不60-99，我是你是多少杠？我70-99。对，我是60。你就从70开始减啊！我刚才掉了一，然后现在七十七肯，七十七肯定是没过呀。对，我刚才掉了3，然后这次掉了4，那要减掉，那叫减啊，减7。你还要减，你还要减一呢，在那个旅馆里还看到了那个东西，减一，62呢，减8，62啊，嗯，单次损失30超过，就是对，下次你就只有超过62才能成，就低于62才能成功，就是越减越难过。哦，这一下掉了6点，老兵犯，一次掉6点会怎么样？一次掉超过一个数值之后就会发疯，短暂。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啊，应该是还有各种效果。对，等稍稍等，是 Dark Dungeon 里面那种妈蛋，他还有枪，我觉得弱势。我会告诉你一下效果，哎、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块，嗯，真牛逼！我操，这一路上就你事儿最多，对，老兵，但我干的事儿还是最多呢。咱们才直接一点又没有，真的编那么多。就是一次，你如果是损失了5点或更多，你需要过一个智力鉴定，这个智力鉴定，如果你过了的话，意味着你就是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会发疯，如果没过的话，是意思是说你的心理防御机制起效了，然后好消息，我智力是80点，那你就请等着疯吧，就是没过会比较好，这个我试试，希望能过，希望不过，希望不过，这个是不过比较难，我操，真的没过，99，没过没事儿。没过是没事儿，这是九吗？99，九十几。那我这个太神奇了，反正90几个，就是这个三 check， 如果陷入疯狂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过了智力鉴定，意味着你清楚理智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疯，因为你理解不了这事儿。没过意味着你心理防御机制起效果，你找了一个就是能混过去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服自己，对，然后让自己。没有理会这个超自然事儿，你觉得可能就是个疯子，或者就是一个什么有病的一个人。我坚强的意志让我挺得过来，就是你挺得过来，哇，没有什么事儿啊，只是损失了比较多的这个意志而已。厉害厉害！你99有什么加成吗？大成功？没有没有没有。好吧，这个只看你过或者没过。那我有掉一点理智。那现在就是再次进入这个战斗轮了，剩54，又战斗了。首先，他。倒着起，并且接近向你们，手中上下翻飞，这个火焰的这个球啊，在手中突然变成了一个匕首，然后一下就是一个长刀吧，可以说是比你们刚才手上拿那个匕首要大的很多，而且一边转一边变成一个匕首，然后一下就冲你们扔了过来。我们不能开车逃跑吗？扎哪儿呢？他扎挡风玻璃上了吗？这不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先看命中。呵呵，哎，但是你们毕竟是一个车辆，他这个匕首打过来之后，当的一下弹到了车辆上，被弹飞了。哦啊，可能。也许是刚才你们的害怕让你们开车的这个过程中颤抖了一下，这个偏离了原本的这个路线，又或者是他移动过来之后没有那么精准的控制，总之这一下没有中。嗯，那到你们，我感觉你赶紧开车走，踩油撞他吧。嗯嗯，也是个办法，那就地板油吧。啊哈，嗯，该我了是吧？对，你们按照那个顺序，应该是先招你啊，那先我，对，我就你也是飘完如球是吧？以前我也干过，你看我理解你，我就躲起来呗，先就是好，先缩在了后面，啊，对对对，往下猫，嗯，你在副驾驶哦，对，我在副驾，嗯嗯，然后就往下躲呗，然后就到亨瑞了，嗯啊，要咋做？开车的人就冲向他。撞过去，啊，好，驾驶，过驾驶，嗯，四十，你是吧？四十，完了，别到时候又给车开坏了。对，不会的，什么不会的？哎，每次这么说都，这是多少？九十五，没事没事，大失败是吧？九十六到一百是大失败，哦，就是没有超过五十的话，超过五十是只有一百大失败。你看每次说这就会这样，哎呀没事，就是你只是因为恐惧颤抖的手没法很好的控制你的车辆，然后车想靠近它，想撞它，但实际上只是让它那张惨白的充血眼睛的脸离你更近了。哇，嗯，你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阿蒙，哎，阿蒙开枪吧。好，接着打上。其实怎么呀，我不信打不着，这还是打一发。嗯，七十呢，我操，哎，四十一，嗯，中了，嗯，好的。我是投伤害吗？直接还是？稍等啊，我看一下，可能没有肉身都。人是不是还得投一个闪避什么的？一般枪是不能闪避的啊，哦。一般来说，躲子弹。你是什么成功？我是就一般成功，四十一啊。你发现你开了一枪过去，但是枪你知道人是不能闪避的，但是你看着他以一个离奇的角度猛蹬了一下脚踏车，就是滑成了一个之字形，嗯，明显你这个枪打空了，本来应该命中，躲开了是吧？躲开了，帅气啊！我心急拉难一步就，这个壮还在睡是吧？我睡着了，啊，你周世明 Darcy 很犹豫是否要把你叫醒，别叫我，但是 Darcy 就是想还是不要叫醒你，他从后面就是抄出来一块这个平常你们就是在外露营。什么烧烤什么用的瓷盘 啊，然后想要把这个挡在玻璃上去防止他的这个飞刀的攻击。呵，嗯，又该装你了，又该火了，该他小丑了，小丑啊，该小丑了。哎，小丑这个看见这种情况啊，然后向你们旁边又离近了几分啊，然后逐渐的，就是已经是属于跟你们并排，就好像旁边也有一辆车跟你们同时并驾齐驱的前进一样，但是他蹬的是脚踏车啊，然后同时向着这个有武器的阿蒙，然后扔出他的飞刀。他车左侧右侧，请问我能闪避飞刀？左侧还是也是左侧？他俩在同一侧吧，就相当于。但我在我那侧，我操！对，在驾驶员那侧，俩抽烟那侧，嗯，真的窗户还开，抽烟那口里往那扔刀，就非抽烟。这珍惜生命，远离香烟。在车里抽烟的下场。这个一个飞刀，你感觉他一下跟你拉近了距离，然后这个脸仿佛贴到你的脸上，然后把这个飞刀顺着窗户一样就是向你刺过来，嗯，感觉好像这飞刀要扎中你一样。嗯，但是达西从旁边拿这个板挡在了窗户上，美救英雄。然后这个飞刀，哎，扎，就是你明显看到飞刀进来了，然后出现面前的这个板，然后接着是刺穿板，嗯，面向你的一个尖儿。哇！然后达西赶紧把这板扔了。哇！达西。然后第二刀就扎了，是不是也不是没有第二刀，还没有第二刀。然后怎么办？看来必须得想办法或者快速的怎么办去解决它。就教你了，嗯，然后该教你了，枪也没，然后就该我了。对，我能不能推一下他的方向盘，就是往那个方向上推去撞那个小丑？抢方向盘啊？力量鉴定，过我的力量鉴定。
我觉得首先如果我闪，我觉得首先如果亨瑞，我觉得如果亨瑞就是说理解你的意思的话，会主动让出来；如果不理解的话，你们要对抗一下。嗯啊，你然后不理解我，不太理解，很容易失控。我操，这个路上这样，那你们你就说吧，你说你往边上，对我打方向盘撞他，对，我就劝他，我说你赶紧撞他一下，憋他一下。我自己操作可以，亨瑞说：“我不行。”亨瑞说：“我不是刚才就爱这么做吗？”嗯，好，那那就到亨瑞了。我就憋他一下，向左打轮。好，还是过驾驶，还是要过驾驶。车毁人亡。头子之神啊！五十二，四十是吧？对，结束了。哎，这个晃了一下。然后想要去通过这个挤压然后把它给挤开，但是看上去呢它更敏捷一些，你的车就是靠向它的时候它猛蹬了几步绕到了这个车的后面，就是向后了，然后呢你的车摆正的时候它又猛蹬了几步又追了上来，啊，特别灵活，哎，也肯定不是人的动作啊，想想啊，嗯，到谁了，到我阿蒙了，我不知道干嘛，打枪也不好使了，我靠，嗯。但我能趁着他比如说瞪过来的时候我使劲把他抓过来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过力量吗？还是这个也是过斗殴，然后那个他做闪避，他也可以反击你。真的没人教我吗？就跟你们平常拳击和刚才挥刀子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要打枪的话至少要到极大成功才能有可能命中他。嗯啊，刚才那个有枪响你可以再做那个聆听。嗯，到我的时候再做一个吧，肯定醒不了，二十怎么醒啊，嗯，不是你别醒，你醒了还得再我没想好，靠，我想疯，你醒了还得扣理智我想疯我试试见到神秘生物先斗殴，没醒，哎，一直睡过去了，那我想想啊，我这那我就继续开枪吧，我也只能开枪了，嗯，对啊，那要怎么样，三枪还是就一枪啊？你之前是打了两枪，打了两枪，还有四枪，还有四个字，对，嗯，再开一枪，我操，八八哦，极大成功，哇，是，如果他闪避不开，他闪避不开，太厉害了，哇，他闪避不开，这时候就是他再追上的时候，你顺着这个窗户，因为已经很靠近了，在他扔飞刀。戳进来之前冲着他的这个关键手肘部位开了一枪，哎，这枪正好的命中他来不及躲闪，而且非常精准的命中了他的胳膊，嗯，哎，极大成功，你会是有更好的伤害，我给你看一下啊，嗯，还有伤害，还对，就是伤害就暴击嘛，还真有伤害，暴击嘛，嗯，子弹重新装满，嗯，哇，对，几种敌人同时重新填充子弹，完美上弹上，有个条，就是首先你会自动造成最大的伤害，啊，就是一滴十就自动造成十点，啊，十点，然后再投一次伤害，啊，投，然后还是一滴十，对，哇，别死了，神秘生物感觉不会道士给打死了可还行，来吧，什么角色？这个是八。我十八有伤害，这个对于你知道这种精准的攻击，对于一般人来说直接可以要他命。那是炮，对于这个东西来说也差不多。这个射中擦穿过他的这个胳膊，直接射中他脑子里，你可以看到他白色的这个铺满粉的这白色的脸上有一个被你子弹打出来的红色的洞。他被射击之后立刻人仰马翻，然后独轮车。滚落到地上，那个轮子在那儿转，然后他落到了地上。你们车开始远行，离他而去。你知道这回他死定了。我想停下，拿回检查检查。但是你看见他站了起来，我操，啊！脑袋上有那么大的一个窟窿，在用充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你们。我操！但是你们车远离了他。我操！哦，我又一次拯救了大家，谢谢。站起来吧，他重新车辆重新驶入了黑暗之中。嗯。我操！然后吓得不轻，我唯一一个人还在睡觉，睡挺好，躲过了一切的浩劫，也没有不知道这事儿，啥东西？不知道，不知道。我现在也只能赶紧往前开，就赶紧开到下一个。所以又是一件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神秘事件、神秘事件，无头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赖我。对，达西也说不出话，就我颤抖的问你们说，看见了什么 ？What the？
我就颤抖的声音说，我刚才我给打倒，但他们好像站起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儿。鸡奔粟米，碎米一样的点头，是啊，是我这什么东西啊？咱们赶紧开吧，还有多远到下一个城镇啊？你不检查一下那刀吗？就扔进来那个啊。可以啊，是傻了，我还睡呢，我还是不是都傻了，没想过的，我就是说你还有多远到下一个城镇，我不想在荒郊野外待着。大概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就可以到下一个城镇，我还要度过半长的夜，我操，几个小时也是下半场，因为你们是凌晨出发的，就是快亮了啊，很期待。我操，那没办法，你只能现在赶紧就往前开了。那我们看看那个刀吧，就是那玩意儿还在吗？嗯，在，把那个。就烧好用的铁盘拿过来，那刀还狠狠的剁在上头，哇，确实很长，至少这个刀比你们手上匕首要长多了。就拔下来看看，拔下来一看是一个就是大钢刀，嗯，哎，但是除了这个以外，看上去就像是那种马戏团表演一样，因为它的那种刀就是护手那个部分，它带着花，哎，带着那种卷曲的花，开这儿像开这儿的呀，要不然怎么能多穿钢板？对，我以为，然后很锋利啊，看着像一个表演用的那种马戏团的刀，但是显然锋利的多，大的多。又掉装备，除了这个以外，感觉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我们身上带的什么东西给我们招待这些就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都是这个玩意儿招过来的。你怎么迷信啊？哇，那你不知道在战场上就经常能看到这种哪儿不知道哪来的影子什么？战场现在看这种小丑是吗？就不知道，反正这种就丛林里边也发生过很多很离奇的事情，所以这种东西我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管，睡觉。是你这还没醒，你也不用，你没法反驳我。这个随着你们车辆继续前进，时间的流逝啊，嗯，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撞。啊，睡得很舒服啊，伸了一个懒腰啊，然后活动活动身体，感觉昨天的疼痛这个有所好转，虽然伤口还留在那块儿，但是看上去大家一脸死灰的样子，然后这个面色都不太好，休息的显然不太足啊，然后有的人可能彻夜未眠，车辆还在前进，外面已经就是天亮了啊，虽然还行驶在这个美国中部的这个荒原上，但是很快可能就会穿过中部来到这个就是美国就是靠东一些的这种比较水木茂盛的这种地方了，嗯，植被相对茂盛相对繁华一点的地方。我就问他们吧，我说你们这一个个这操行，这脸这发生什么事了吗？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 你别问了，你问了掉理智。你们说他说没有问说不会掉理智。我跟你说啊，你给我讲，决定给我讲是吗？我给你讲故事啊，就是昨天晚上，你知道吗？我们开着车，就是一小丑在我旁边丢火球这会儿变成刀扎我们身上了，你信吗？我只有把目光投向了 Darcy， 我说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昨天晚上 Darcy 的脸色也不好，他说的基本上是真的。对，然后我冲他开了一枪，给脑子都打爆了，然后他又站起来了。这点也差不多是这样。对，所以昨天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这么多事情，不太是正常的事儿。嗯，我觉得你刚是一直睡着是件好事儿。嗯，好吧，这么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啊。这个事情我还是不是很能相信啊。嗯，不过既然都这么说。不，大家都还好啊，看见其他人是一副不想说这件事儿，但是也默认的这种表情。嗯，哎，你那刀给我看看。嗯，你给你看看吧，你看吧，还真有啊。嗯，是，反正多了一把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刀。是，看虽然看不出这个刀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也许证明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嗯，就这样，你们在当天快将近中午的时候抵达了。这边周围植被开始茂盛起来，哎，然后有些树木，有些这种灌木丛，然后抵达了一个小镇，到达文明社会了，终于到了。嗯，然后这个镇子呢，看上去，人不是很多，然后来往的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旅客的车辆，啊，然后普通的小镇一条就是它的这个主干道，从你们这个就是穿越国道这个国道，一个分支的分叉下来，然后
这个走向就是这个支叉通向这个小镇，就是那种一条街的小镇子是吧？就是两边是房子那种啊，那条分叉的这个街、啊、就是这个道路，就从国道分叉下的这个道路是贯穿这个小镇，成为小镇的这个中轴。明白了。然后两边是它的建筑，但并不是说、嗯、像西部那种只有两排房的，它是以这个中轴为发散的 啊，有点面积、嗯。对，但是中轴这个区域。聚集着很多的，就是给旅客用的这种商铺啊，什么这种补给的地方啊，需要补给一下。嗯嗯，我想先吃点东西。我不行了，我得睡会儿觉。我已经，我也得睡会儿觉。一晚上都没有睡觉了。嗯嗯，那咱们确实，你是开半天加一宿。对呀、啊，对，不行，确实很疲惫，睡觉。那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这个弄点补给，嗯，买点食品啊，好，买点什么东西、啊，对，我去补充子弹。嗯。这镇上有枪店之类的地方吗？你可以找找，然后过幸运吧。这个啊、嗯，如果幸运过的就是找到有枪械的店。幸运它自动的吧？我记得我是55点幸运、嗯，我看。那你猜的子弹本来就没有限度，一开始。我操，只有35点幸运，我觉得还是别过了，就这样吧。我觉得基本上也就带两盒吧，最开始。因为我是想什么武器店，我能再买点别的枪。我觉得现在对，我也想买枪，现在买散弹枪是吧？对，买个 AK 什么的之类的。那时候没这、嗯、这，但是他们有枪证吗？我肯定有啊。总之，哎，你们在这个镇子上停歇了，发现呢，镇子两旁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给旅客提供补给的这种店铺，嗯、包括食品的一些店、嗯，包括一些这种便利的超市啊、嗯，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小的餐馆啊，而且是那种比较大众，像家庭餐厅那种的，嗯、啊，有很多这种这种来往的客商可以在那块吃饭、嗯、啊，也找着了旅馆。在旁边的一个二层的一个小楼上，啊，就是一个二层的旅馆，可以在上面住。这样的话，如果在这儿休整一天的话，也不会让你们的时间迟到，嗯，啊，也不会就让你们坐晚，只不过是多花一天而已。在有必要休息一下吧，嗯，行吧，行，没意见、嗯。那休息吧。那你们这个要讨论 Daisy 的事吗？都忘了。感觉这个现在发生太多事儿，已经跟 Daisy 一开始那个被追逐没什么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光说带不带他的事儿了。对，那后边有太多事儿。对，明显目标也不是朝他而来。后面有些，嗯嗯嗯，那就休息吧。我睡了啊，再见。我也睡了，我也睡了。对，不行了，我也睡会儿，我也一晚上没睡。OK， 那只有清醒的这个，你睡太多了。周你可以去，只有你在这肯定也去休息了，因为这一晚上挺害怕的。瞎逛一逛，再次也休息了，那我逛什么劲啊？你们也害怕说在晚上再次遇见，所以基本上也是硬撑着到天亮。买什么东西防身啊？有什么日常可以买到的用动作武器的东西？那刀，那个小手扔那长刀就挺长的。对啊，反正比你们之前的匕首要感觉杀伤力惊人。打一路掉装备，嗯，我觉得买个棒球棒什么的。你都有刀了，你想买棒球棒干嘛？棒球棒可以买到，这块肯定还是有这种。我觉得买个棒球棒，这个、体育用品店的，买点食品，嗯，买点酒，好，补充了一下补给。是，嗯，别的，我决定和这个镇上的人打。然后，如果要找枪械店的话，可以过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幸运是在你上面，那个在理智属性的下面。对，但是应该是要过一个困难。可以买到特殊武器，幸运45，还开一个隐藏商店、啊、是吧？我过一下呗。嗯，我靠，我幸运70，那要过困难。我幸运才45，困难得多少啊？10吧，10以下，困难才能买着。困难就是22、23、哦，一半以下是吧？对，他要买啥呀？就本身一般幸运，他如果要大失败会怎么样？不会，没有怎么样。就本身一般幸运是没有这个困难这说法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小镇不一定有卖枪械的，所以我就过一个低一点的，没过。嗯，65，那没有找到，那这个镇子上就没有、这个，那就只能用棒球棒了。这个对枪械的店，我觉得看上去还比较和平。镇子上的人打听一下，他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叫什么教、嗯、光明什么教？嗯，他没听说过，因为这个光明什么什么教，光明这个复苏教，其实那个就是小年轻说他也是南方的某城的一个教，这是属于东部、东北部分啊。大南方跑到我们这儿来，就为了杀我们？那我就只有报警去了啊。可以啊，镇上有警察局，肯定有，把我给抓去。可以，然后跟警察局，我跟警察说这些事儿嘛。嗯，但是正好那个，反正小草那事儿我没提，反正我也不太相信。啊、可以，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几个有毛病啊，就是不知道看见什么。你要怎么说这件事儿能比较，就因为你说完了，你还得能不让警察盘问你或者什么的这种，你有比较好的一个说辞。
就是我给出他那个具体的位置，就是说我们在那儿留宿的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有一些人破门而入，拿着刀，然后将那些人都杀死了，然后我们呢就逃脱，逃脱之后呢就是跑到这儿来赶紧报案，那警察肯定给你留下了，然后我们抓住了两个人在那里头绑在那个就那个 motel 那儿，你们现在派人去应该就能看见那两个人。可以，但是那警察肯定会要求你们在这儿，对，不让你走，这个就是留下，就是配合调查呀，把他留下吧。那可不是得配合调查吗？不然的话呢，你们不支持报案是吗？我不支持啊，虽然我现在睡觉，但我但是咱们商量不了这事儿。对，那他自己把案子报，我们现在睡了，我们没法给你意见，你只能自己看你。自己对对对，你要做了就做了。嗯，就你要又你肯定你还是想往前走嘛，你要不然。你要配合调查，你肯定得要耽搁。有什么比较好的说辞或者？还影响到你的政治生涯，有可能丑闻啊。得想到一个说法，能用我这个说服。对，合理的解释的这种。对，我们在路上啊，碰见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经历了那个motel这些事情。啊，可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啊。他们说他们经，然后我觉得你们应该需要去看一下，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事儿，还是他们在吹牛。嗯，投个说服或者什么快速交谈都可以，看你哪个高。说服就是花点时间，但是你也有这个时间。投个说服吧，我说服80呢。啊，行。这话一说就有点危险。34。哎，可以可以。哎，这个因为你穿着得体啊，然后这个拿着棒球棒，而且谈吐比较自然，有这种。哎，政府人员那种气质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不对，他那个刀口都衣服都得划烂了。是，但你肯定会去之前，一点你去之前肯定应该会换一下，对，换买衣服了吗？在镇上有当换一下，或者有遮改吧。然后你跟他们说一下，哎，他们对你说的话深信不疑。呵，哎，啊，就是认为是你们在路上这个。有人比方说拦住你们车跟你们说那块杀人什么的让你们去报案，然后你们才来这块报案，他也非常感谢你的配合，然后说会去调查这个事情，嗯啊，然后他就会去到后面去联络骑警，然后去到那块去查看，嗯啊，算是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嗯，然后你也没有就继续留你或让你留下来，你可以离开，嗯，好吧，对你表示感谢之后你可以离开了，嗯 ，Thank you sir， 然后我就回去了吧，我也去酒店呗。好啊，应该没别的事情了。回酒店休息了。嗯，洪老师一晚上赶路，白天他妈睡觉，感觉真很危险，还是老颠倒。嗯，那咱就睡到明天早上再走呗。回他们都睡着呢。对，嗯，嗨，嗯，那行。然后你们也无非就是中间可能醒了吃点东西什么的，接着就好好休息一下，就睡吧。那睡到第二天早上吗？然后这会儿，如果你们有医疗的话，可以过医疗，然后可以给自己治疗，就是充分的休息，可以给自己回血，就是治疗一下伤口。我没有，因为也都不是特别严重的。医疗在哪儿呢？我应该也没有，只有我受伤了，我也受伤了。啊，我记得你们好像谁有这个医，我有急救，我没有啊，急救已经不能用了，急救30，没有。没看到医学刚才啊，有医学，我医学才一，我的妈！我也是，医学基础是，他就是默认的，对，那就没有可能，没有没有，嗯，那大姐给你们就没有医院吗？有医院，这块还是有小诊所的。对，我是不是可以去医院加点血啊？可以啊，我现在是12-5+1=8嘛，啊，嗯，我决定去医院，这个再进一步。可以，那你就当是你去警察局之前，然后去医院，然后换了衣服，处理一下伤口，是啊，然后医生给你治疗了一下啊。我投一个1d3，回1d3而血，啊，回了一，稍微处理一下伤口。这小人的医疗技术也不行，啊，是这个，因为你也不想在这儿耽搁很长时间，也不想就是缝线或者什么的，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稍微给你处理了一下伤口，别感染，别化脓，嗯，哎，给你贴了块这个，不至于也砍了我半条血，这个胶布，然后就让你离开了嘛，嗯啊，酒，嗯，不耽误也，然后你活动活动你胳膊，感觉也不耽误事儿了，记上点酒。这怎么改啊？然后回到这个旅馆之中，这个休息了一晚上的时间，啊，感觉恢复的非常的好。嗯，本身这个旅馆是在这个镇上相对安全的一个地方，因为不是在野外，嗯，也不是像汽车旅馆那样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能偶尔听见外面的车流啊，人的声音，所以感觉稍微的安心了一些，因为有这么大一个城镇嘛，所以休息的还是不错啊，床铺也很柔软。啊，在第二天早上你们就可以
就是整装待发的精神焕发的继续出发了。好，就是在白天走，不是在晚上走。嗯，说一晚竟然没事儿啊，竟然、你希望有事吗？竟然一夜无事。这样，咱们走之前呢，我去那个警察局，我再问一嘴，他们昨天去那儿到底看看有没有这事儿。啊，我就去表示关心嘛。我说，哎呀，我听说这个，你知道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体面人。就是对我是一个，这是怎么说？咱们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心。啊、关心，对，所以我来问问到底昨天我叔伯报案之后，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事儿 啊？警察局说确实有这事儿，是非常感谢你，哦、还真被说中了、哦、啊！然后也在那个地方抓着了这两个你说的那个人，然后现在正在就是调查这个事情的、哦、具体的这个情况。说当时的这个现场比较惨，然后也有一些死伤，然后我们也在努力积极的调查这件事情，但是目前还就是案情还不能就公开嘛，嗯，对你、嗯嗯、因为你是报案的人嘛，告、嗯、告诉你这个事情。嗯，行，那咱就走吧，很正常，走吧，走吧。然后警察询问你说有一个昨天没问的事情，嗯，说你遇上的那个跟你说这个事儿的人长什么样？他呀，他骑一多车车。对，说是一个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啊，然后都这么胡逼，我操，长得很奇怪啊，嗯，但是他说他是个街头艺人，然后说在就是马戏团表演个小丑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他正好在旅行的时候就碰见这么个事儿，他跑出来了，啊，这么在高速路上，这么跟我说的，警察有些怀疑的盯着你，我觉得你得过个说服或者什么的，完了，说服。你走不了了，留这儿吧。过个说服，这是多少？92是吗？完了，是92吗？是，真是92。为什么回到这儿翻车？好，要孤注一掷吗？哦，对，还有孤注一掷哈，可以。孤注一掷，你得想一个说辞，想一个办法，因为这个事儿你自己说出口之后，你都开始就是有点后悔这种事情，你甚至都没见过那个人。嗯，孤注一掷，我想一想、啊，就是你得找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嗯，我呀，其实觉得他也是扯淡，根本他应该不是像他说那样的人，他我看起来他像是一个社会上的就是那种不太正经的人。所以说我开始表示怀疑呢，不过他既然说出这种事情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查一查，所以我才来报案。嗯哼，就他跟我是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是很相信他啊。嗯哼，对，我们说服不了。又是98，大失败！技能高也没有什么用，别无语了。这个警察对你深表怀疑，然后。警察说这个事情我们还在调查，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然后先暂且留在这个镇子上，然后告诉我你们的地址，好好好，然后留下配合一下，然后我们调查清楚了再就是自然会就什么事都没有。嗯，行，他现在已经眼神中对你充满了怀疑了。我是不是应该留一个别的地址？我觉得我们是跟他一块儿到警察局吗？现在没有吧？你们自己。那我们就在车在门口的车上吧。咱们都不知道这事。那我留一个假地址走了。我留一个假地址啊，啊留一个假地址走了，就在小镇里的某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啊。啊我留地址我就走了啊。嗯啊，然后他会让你留地址和姓名。嗯啊，还有姓名。姓名写假名吗？姓名不能留真名啊。啊，嗯，那你就留个假地址，留个假名。对对对。哎，然后。这警察没有继续的这个就是对你深入的进行盘问，但是你感觉啊，对你充满了怀疑，保不齐他记住了你的样子，反正要不然你就好好在这留着，要不然你就赶紧走就是了。我回去跟他们说呗，我说这个警察已经怀疑这个事情了，既然那两个坏人已经被他们抓住了，这个事情其实就了了嘛，咱们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再掺和到这个调查里，反而对咱们也不利，咱们赶紧撤，反正咱们也要走嘛。是不是你不听我说的？是不是你瞎报案就？非报案，不是这好歹把坏人抓着了吗？这个事儿是解决了吗？不是，本来咱们也抓着了，那你不敢带吗？对吧？对，还得那你们这个听了他一通狂慌乱的解释啊，知道这个事儿还是赶紧走比较好。马上呢，也休息妥当，补充了补给。好的，好的。马上上了车之后，哎，这个从小镇掉头，重新回到国道，继续往这个你们要去的伍德斯托克去前进。嗯嗯，那。看上去
从最开始的这个还符合逻辑的有两个黑衣人来追你们的事情，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东西，直到这个昨天晚上出现的这个可怕的小丑为止啊，这个事情在逐渐的升级。你们现在也属于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其他地方，尤其是之前报案有些失败啊，这个只能一直向着伍德斯特前进。哎，这个只能说一直向着伍德斯特前进，看看警察调查的过程中能不能就是说借助这个沃尔顿家的这个威望，能把这个事情给平息啊。伍德斯特前方就在你们的旅途前方，也不差几天的路程啊，这之间啊还有几天，不知道。到底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不知道能不能走到，以及哎，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这个中元节特辑来找上你们啊，那就是之后的节目再说了，行吧，好，嗯，下期再见了，下期再见，拜拜。